2014年中文投资网新股票投资之路系列第四季度讲座正式报名中。美国上市公司第四季度财报预览透视未来股票趋势，散户短线交易产品和方法介绍，炒大股却用小钱最佳收益法，如何采用 LIPS 获得超过10倍的长期投资收益，三大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中文投资网美股讲师沃伦王主讲，本次巡回讲座由美国上市公司德海尔 DHRM 金牌赞助，讲座当天将抽出价值$1000的三个幸运大奖，分别是阿里巴巴股票、苹果股票以及特斯拉股票。11月9日星期天，讲座将在纽约温德姆花园唐人街酒店举行，地址是纽约唐人街 Bowery 大街93号，讲座时间为下午1点半至3点。另外，加拿大观众请注意了，好消息，沃伦王中文投资网讲座即将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，一共有2场。11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半，讲座将在多伦多希尔顿会议中心温泉套房酒店举行。10月15日1点至2点半，温哥华机场喜来登酒店举行。报名电话18009588561，门票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官方报名网站 www.chinesefn.com。